到底是什么？大学生的审时料理大 PK。对现在人来说，省时太重要了。然后大家想要一心多用，然后同时间呢，可能这些大学生一回到这个自己住的地方，他只有30分钟要化妆、要洗澡，然后要煮菜，怎么可能吃饱？那他情愿多花时间在刷睫毛膏上，哎，他也不要去煮菜。所以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这个提供大家一些呢非常妙的点子，怎么样省时料理？但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自己发明过省时料理呢？有没有很快可以做好又有营养的又健康的大鹅？对，哎，好漂亮的大鹅！哇，好久没回来了，看到哎，大鹅，不觉得一模一样吗？照片长一样哎，哦，照片蛮像夏如芝的，但本人。本人是胖版夏初枝，你要省时料理是？对，省时料理是酸辣汤面，就是就只要买那个料理包，然后再买那个面跟那个蛋，还有自己切菜跟肉进去就可以。贺龙，对，我要介绍一个更快，就是2分钟速成的总会三明治。就首先就是把铝箔纸弄成一个碗状，然后上面就滴几点油，然后放蛋。然后跟火腿在里面，然后送到烤箱去烤，2分钟拿出吐司盖上去，就变成这样了。对，超强的总会三明治，女生一定爱吃的就是这个。哦，真的会好吃吗？嗯，真的有做过。对，而且一定要放油哦，就是没有放油的话会很麻烦，就会粘起来，然后会烧焦。嗯，自己研究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个省时料理大 PK 啦。那么起来，这两位大概是专家中的专家。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骆师傅，欢迎。大家好，欢迎。骆师傅，请问有没有什么省时的这个料理，其实随手可得的？其实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其实最省时的就是在家里吼随时可得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一般就是家里会预备一个像类似干面啊，然后来你就水稍微烫一下，然后加个起司，加个那个蒟蒻，然后下去烤就很好吃了。那速度的话，差不多3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二位评审呢是我们的黄师傅，欢迎，欢迎黄师傅。好，如果请问一下同学，自己在家做料理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首先要注意不要把家里的厨房烧掉，啊，这个非常重要。对，因为大学生做菜，我其实是蛮担心的啊。嗯。那再来就是说，你在于这个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啊，我建议说你的手法不要太复杂。我建议大家一个动作就可以把这些菜做好，那是最厉害的啊。一个动作，对。但我觉得今天两位师傅可能就是要注意你们自己的肠胃，对，因为你们要试吃很多大学生做出来的东西哦。好，不过其实这个今天一开始我们第一个挑战项目是复制料理 PK 赛，就是你很想吃某个料理，可是你明明没有那样的，比如说有大锅炒要锅子要油，炒菜没有锅一定要锅啊，对，然后你没有电锅可以煮饭，那怎么办？怎么弄？哦，对，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就在 PK 赛的两位同学呢，一起欢迎亚莎跟妮妮。我给你餐厅级的好料理，给我6分钟，我就给你日本风味的精致料理哦。哦，请问一下两位，你们今天要做是什么样的料理呢？我今天要做的料理的名称叫做“今日不醉不归虾”。哦，哎呀，真的醉虾吗？对，其实就是醉虾，啤酒虾。哦，啤酒虾。对，你的是？我要做的是明太子烤洋芋。哦，听起来很厉害。好，来 PK 一下。来。省时料理 PK 赛第一回合，就由亚莎带来的不醉不归虾和宁宁的日式明太子烤洋芋来对决。究竟这场复制料理赛双方会怎么料理呢？马上来看看他们怎么做吧。就从亚莎你这边开始好不好？对，不醉不归虾。对，好，你只有6分钟的时间，计时开始。好，我要紧张的。好，准备开始。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先把虾子就是清理干净之后，然后可以的话就先对，先剥壳。然后之后呢，把虾子我们用的是电锅。电锅。对。然后把虾子呢先放进去，漂亮摆盘。哦，直接放上去，不用有油什么的。不用。好。平常的话是正常要用蒜头跟辣椒拌香嘛，现在。今天简易的就不用，然后我们把蒜头丢进去，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辣椒，因为这很辣，这是朝天椒。好，然后用朝天椒最后，然后再啤酒，秘鲁，因为平常呢要拌炒完之后，虾子也要进去拌炒嘛，然后最后才用
啤酒焖煮，但是我这次直接先全部加进去。盐要吧？盐最后加。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边是不是应该也要开始？因为时间就这样一直在跑。我先开始，好，再来就盖上去之后，好，开始等，等六分钟。就这样，就这样，对，好强哎！哇，啊，这么硬哎！还有盐巴来了，盐巴，盐巴来了，盐巴，哇，现在加，没关系，反正它在里面焖，所以我们可以 OK OK 调味。接下来妮妮这边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明太子烤洋芋，但首先看到这个马铃薯呢是已经先就是用煮熟了，然后它的熟度大概就是你筷子可以穿过去的熟度就可以了。对，然后呢？再来，我要把它加入这个气炸里面。哇，对，你家居然有这一台啊？没错，然后很多学生有这个。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话，就是可以用烤箱代替没关系。然后呢，这个的话，它里面我先放了烘焙纸，对，要不然它会掉住，对，它不会粘锅。烘焙纸。然后呢，那我放的方式就是把它很密集的放成像是一个圈的样子，然后这样子你到时候做出来就会很像一个很可爱很好吃的披萨。然后呢，再来这个是呢，就是几乎就是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的那个明太子酱，明太子酱，明太子。然后呢，就把它加进去，然后就是依你的那个分量，看你要加多少，加多少。那个人是蛮喜欢，所以我就会加很多，越多越好。也不用去涂它，就是整个这样加进去。对，整个加进去就是会很好吃哦。那最后呢，再加上重点的乳酪丝。好，也是看你自己喜欢的分量，对不对？对，多一点好，没问题。哦，气死！哦耶！然后就把那个明太子整个都盖住，这样。哇塞，这热量会不会很高啊？会。哦，难得超高，对不对？对。然后最后呢，再把它送进去。好了，然后呢？好，然后呢？设定它的温度是200度，然后是六分钟，五分钟。哦，要少一分钟，你看。没错，然后开始就可以了。加一分钟。我们就等它就 OK 喽。好，就这样子。对，我们看一下，六分钟之后它变成差不多了。哎，哦，酒气的酒味比较重，就开始重了点，还没熟。啊，你把它弄起来了，有熟吗？你确定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了。你觉得头世界上不是什么省，因为我们是要省食料理啊，我们要省食，这也是要熟吧？对啊。师傅现在很担心啊，师傅戴的菜头是黑的，讲出了，他是黑头加，不一样，黑头。他是大明把它起锅，我们看一下，头还头真是生，头不能吃啊。刚刚有告诉大家，他外锅还是要放水嘛，哈。对，身体感觉很好吃哎，头身体头也身体是熟的，谁的身体？头是黑的，虾子的身体，虾子头是生的，在原则上非常。哦，非常的新鲜。对，没有没有，这等一下吃会有非常的问题产生哦。非常的问题，我超害怕的。跟龙师傅先吃个药好了。好啦，好 ，OK， 先放着。卖相看起来还行，因为他把虾头都遮住了。哎，聪明。长灼对不对？汤的感觉哦。对，宁宁的也时间快要到了。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剩四十几秒而已。好，我们等宁宁的起锅，然后大家从这个它的卖相来看，你会想吃哪一个，好不好？时间到了。好的，我现在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很烫，很烫哦，小心哦。哇，漂亮！哇，小焦的，去，很烫哦，好吃哦。料理啊，对，聪明，对，直接把它烤上去，披萨哎，有点可爱的形状，哇哇，恭喜宁宁获胜！还没呢，你想吃谁的嘞？雅莎的还是宁宁的嘞？应该是一面倒吧，一面倒。宁宁，哦，真的爱你的虾的贺龙，你爱雅莎多久了？没有。我之前去吃那个泰国菜，那个虾子是生虾，那个比熟虾贵200多块，我觉得那个价值可能往前起来了，因为它不够熟。内行的，说明它是日式料理。对，好，现在更危险的时候来了，是就是要试吃了。哎呦，好一定要吗？还会吃？郭师傅伸舌头哎，好不好笑啊？他吐了个舌头，觉得没有上过这样的节目。哎，是，这个节目叫是谁杀了大厨师？推理剧，最近越来越瘦了，可以，真的可以吃。你吃身体，先不要吃，吃身体就好了。当然，谁敢吃那个头？我的天，都可以。还要喝水？哎呦，闻闻看。谁呀？我太明显了吧？怎么了？
你大声料理口味太惊人，连自己都无法沟通。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可以吃的，就是只有虾子而已。有没有这么夸张？我们一定要请个大学生，那650。跟雅莎说有多好，多好喝，这个汤真的太难喝了。自己的汤自己喝完。哎呦！哎呦！生了没？还喝水？哎呦，闻闻看。怎样？怎样？我太明显了吧？怎么了？怎么了？吐了。酒味太浓了。啊，酒量没有太好了，是这样。哎呦，哎呦，嫩哦，嫩的哦。哇，好嫩，好嫩。头已经掉下来了，还不错哎。但身体还是有点深深。哎呦，哇，哎，算大口了。师傅，不要走。师傅。你吃也吃太大口，怎样？哎呦，师傅，认真。不过我觉得虾子的鲜味有在里面。对，重点那个汤的话，哇塞，你好猛哦！哎呦，虾是好吃的吗？吐，他会吐，不要理他。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可以吃的，就是只有虾子而已。那汤的话，完全是不能喝的，因为还没有滚过。对，应该汤如果滚过的话，它所有的纤维会在里面。我觉得缺点是在这里。可是虾子的肉是可以吃的，可是头不能吃。有熟就对了。对，有熟有熟。对啊，有没有这么夸张？我们一定要请个大学生来，650。六百五，你不能吃虾，你只能喝汤。你要展现你对雅莎的爱。我的三叔公，三叔公来，三舅公来一下。你只能喝汤哦，因为虾子刚刚试过了。嗯，好。嗯，一大瓢。一大瓢。跟雅莎说有多好，多好喝，快点跟他说。老板，你爱他吗？我这汤真的太难喝了。好诚恳哦！这辈子没这么老实过。为什么？为什么是太腥？味道，它的味道超奇怪，就是热热的，然后又有那个很重的酒味，而且重就是又苦苦的，根本不是汤啊！一定有加了盐巴啊，又什么的。哦，苦苦，因为那个就是酒酸又跑出来，酒酸，然后有一些调味料的味道。哇塞，650会想吃那一道吗？会。啊，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先回去。没有要你吃那一道。那道要还是请骆师傅吧。是是是，头一位吃。哎，还是我们的龙师傅也想要来一口。龙师傅应该这个时候就，哎，这时候突然出来，这时候才出来，自动的就站起来了。那一道他不吃啊，那一道就骆师傅吃过就好了。我们吃一下这一道，真的，对对对，这看起来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看。对，哎呀，哇，你看，哇，哎呀，好看戏啊，哇，这个。哇，哎呦，谈恋爱的感觉哦。其实一看就真的可以吃，就可口。对，哎呦，真的。哇，还看戏耶，师傅。发现我都喜欢上骆师傅了。哦，加这么多。不好意思，这要配口汤。两道都要吃才能走掉。这一道怎么样？又哎，他这一道他厉害的地方，我说真的，他那个明太子加的刚刚好。对，明太子。稍微有点微辣，对，然后这个马铃薯有蒸过之后加那个起司，这三个味道结合在一起，对，这个在日本料理卖真的是非常的抢手。龙师傅，我们几位，我们等一下要评分，对不对？对，所以这一场这个是要喝，要喝一下。好了，对啊，不然这样比赛不公平。你要看一下每个人表情是不是都一样。直接忍不住。来，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哎，如果你有那个啤酒，你加辣椒，你喝看看是什么感觉？哎，就会笑这样。啤酒加辣椒，辣啤酒，对，辣啤酒。那刚刚其实汤有鲜味，但是它热热的啤酒，让我们感觉就像 KTV 里面啊，喝完之后又出来那种感觉，类似那个味道。天然不简单呢，新鲜的食材给它可以做成这样，真不容易。哎呦，哎，怎么了？怎么了？你要吃虾了？虾一定要，因为我刚刚听到骆师傅讲，那个虾子是非常的鲜，那个鲜甜鲜弹，对不对？嗯。吃虾就要喝完汤哦。虾的部分，虾子好吃吧？虾子好吃下去，真的好吃。它的虾子熟度刚刚好。对对。反而
是刚好。对，所以大家如果怕那个头里面的东西的话，可能再多个一分钟差不多了。对，可以。那虾子吃起来，它口感不输龙虾，非常弹牙，真的，一定要试试看。餐厅级的好料理，你是餐厅级的吗？没有，他每次端出来，旁边都有个小纸条说不要喝汤哦，是不是？好，两位师傅先请坐，我们要投票了。哎，两位师傅，要请两位师傅请举牌，到底是一号的雅莎比较好吃，还是二号的妮妮呢？比较好吃的是二号妮妮。的这个奖学金1000块钱呢，赢的有1000嘛，输的当然要惩罚。来，自己的汤喝完，亚莎，自己的汤自己喝完，喝一口嘛，你自己还刚刚还没喝到。阿咪说活大大哎，那好，我来，活大大，好大口哦。各位，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好，哎呦。你自己做的，吞下去了，吞下去，吞回去，好难啊！吞下去，哭了，吞下去，你还想赢别人？别人他自己都受不了了，哭了，大家对不起。真的好难哦，什么感觉？就是辣辣，然后就是太辣了，我有点被眼泪哭了吧？作孽，被自己的料理打败。好，那我们来请这个两位休息一下，赶快去喝水哈。对对对，谢谢妮妮。哎，老师，老师要用什么样的器具来教我们？老师，对不起，红包要颁上。对对对，我们要给他一点奖励啊，因为这赢的真的不简单。哦，太简单了吧？恭喜恭喜，谢谢。亚莎还在这边干嘛？你很尴尬哎。喝水，赶快去喝水。老师，等一下是要用什么样子的器材来做料理？是电锅吗？还是？但我选择用气炸锅好了。什么料理？海陆双拼情人套餐。哇！六分钟就做出来。六分钟。好，来豆手。究竟6分钟就能做出的海陆双拼有哪些关键的步骤呢？赶紧请师傅来为我们示范吧。原料在这边，你看。原料在这里，对，有这个像这个玉米啊、杏鲍菇，还有这个对番茄哈。那主要就是海陆双拼，我们用牛排。跟虾子就可以了。对，那一般是我们的气炸锅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直接先打开。对对，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将这些食材啊全部给它放下去。好。对，像这玉米啊，因为它的其实位置也蛮大的啦，你可以放一些像蔬菜啊，还有这杏鲍菇都可以直接放进去。好，直接把它倒进来。对。虾子跟套进去。对啊，牛排的话，我们就直接牛排放进去就可以了。好。那你记得把它这样关起来之后呢？那这个温度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设定一下哈。温度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哦，这是200度。嗯，我们用200度的时间是最快的哦，非常快。那时间我们说6分钟嘛，对不对？这边有调6分钟，然后这边有一个在闪，你就把它按下去就可以了。对，然后星星就不见了，表示已经开始在走了。好，有没有6分钟过后马上出现了这一道？等等，好，非常快速。对，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海陆双拼情人套餐。请看，嘿，哇，修好吧？真的假的？刚刚的，这是真的。刚刚的虾子是已经被剁碎，但是它在这个机器里，它重组了，重组。然后刚刚的花枝变成牛排哦。好厉害哦！真的是很有才华，而且气子自动的那个虾子会自动爬到气子下面。没有，那个是你，就是我们时间到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气子扫上去就好了。对对，没有，是我们备料的问题。事实上，师傅就是说，所以牛排也是就是牛排是同时间下去，对，就像刚刚在做马铃薯那个起司马铃薯一样，你连那个气子一直放在虾子上面，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熟度都差不多，因为虾不要太久，然后牛排其实你也不要太久的时间，对对对对，这两。加起来就是这样子。这个锅子可以做这样5星级料理，对，哇，谢谢我们的龙师傅，谢谢。师傅小佩伯画龙点睛，让料理瞬间晋升神等级。第二阶段的 PK 呢，是我们方便煮食材变化赛。好，琪琪，你要弄什么给我们吃？我要下面给大家吃哦。我只会烫吧？不会烫。你会炒？我练过铁砂掌。那你用手炒好了，好不好？那是我的。不要啦，请师傅来吃。师傅来了。这
么样？年纪大的啊，像那个妈妈婆婆，你给她吃这个，她会爱死你。哎呦，哎呦，你这个煮好之后再放一点的进去，我跟你讲，汤更香浓。这样会比较好，有没有？好喝。学生了没？好，各位，第二阶段的 PK 呢，是我们方便煮食材变化赛，就是说同学可以拿一些平常拿到很简单的料理包啊，或是面啊，可以煮出很棒的料理哦。是谁要来 PK 呢？一起欢迎琪琪跟璇璇。要给我一个食材，我就给你满满的爱。我的料理跟我一样，要什么有什么。可能回味无穷。哇，奇怪，第二个表演比较差。今天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料理？我今天要挑战的是一面多吃，一款面呢可以分出不同的味道，而且只要短短五分钟就可以完成了。我的话是一个调理包可以做出两种不一样的，吃得巧又吃得饱。来，马上 PK， 请 PK。接着由琪琪和璇璇来示范如何将单调的调理包在六分钟内变成一道丰富又营养满分的料理呢？喜欢素食料理的人一定要学习接下来的料理步骤哦。好，琪琪，你要弄什么给我们吃？我要下面给大家吃哦。好，我们来下一下。好，好多面，怎么这么突然？怎么煮呢？对，首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比较主打是健康食材，对，然后而且它是纯天然的。那首先我要先装满水，开始，对，已经计时哦，计时哦 ，OK， 直接就要准备面去讲，对，冷水，哎，这个面超厉害的哦，这款面很厉害哦，不可能吧？用微波炉就可以煮的面，那这些菜不用放是吗？等等，好，我怕忘了。你心急了，就蛋急嘞，急啊，很急哈。哦，不要那么急，来，我帮你。好，帮助微波炉。几秒？40秒两次。40秒两次。两次？为什么？为什么80秒？对啊，是80呢？哦，没有，因为你要看那个火的，不，你要看那个煮的程度。要加柴。好，现在，我现在要把蔬菜、香菇。蔬菜、香菇、红椒、红椒、黄椒最好了。哈，搅白水，头发会炸。一颗蛋进去，最重要的东西呢，你要加白醋到这个蔬菜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蔬菜的味道太重了，用白醋来把那个味道盖掉。你刚刚是忘了一起放进去吧？忘了。对，在几秒？你是忘记一起放进去是？没有，就是要这样啊。对，那几十秒之后暂停啊，都可以。都可以，然后再按一次40秒。你哇，这么不一样。只要你做错了，你可以承认，没关系的。没有，我没做错。然后现在趁这个时间，然后把酱料倒一半进去。好，原来的面的调味，对，面的调味料。好，各半加进去。OK， 好，那现在微波炉已经好了，那我现在把两样东西都拿出来。这么熟吗？期待啊！不会已经好了吧？哇，好了，面跟菜，还有啊，就这样。对，而且这个干面很厉害，是因为其实很多面都一定要用火煮，它这个只要用微波炉煮就好。你看，哎，真的耶，已经好了，已经熟了，40秒钟而已。对，那我现在把面呢放到拌面的里面，40秒就可以让这个面熟，两次40秒，其实80秒。嗯，捞起来，然后好。那现在我要用水煮的青菜，嗯，要拌它吧，对不对？对，要拌它。因为你刚刚把那个调味料已经放进去了。对，那我现在呢就是摆盘。好，哎呦。而且你的面是两种不同颜色的，对，它是两种味，一个是蔬菜口味，一个是红萝卜口味的。因为其实这种很适合，就是给那种懒懒人，然后又想吃快速吃饱饱的人。哦，懒懒人，对，懒懒人。然后用这个刚刚我已经先煮好的花椰菜，然后布置。哇哦，非常的健康，因为平常我们肉吃太多了。这道的话，它什么都有，它有淀粉、青菜跟蛋白质，因为它有蛋嘛。我走健康路线，而且它青菜量是够的。哎呦，你看，同学们每一餐要吃到这么多菜才是够的。水波蛋呢，还是叫破掉没熟的蛋？没熟的蛋，这个叫溏心蛋，月见面，温泉蛋上去，感觉真的还不错。然后这个海苔粉这样撒上去，非常的健康。我每
而且其实我很讨厌吃蔬菜，然后这一款面我一吃就爱上了。真的吗？好了，好，结束了。这是琪琪的，看起来不错哦。掌声鼓励。接下来选拳要如何 PK 呢？好。开始了吗？开始了，开始了，计时已经开始了。火先给它开，然后我先把这个水煮滚。对，然后我们家不是都会有那种玉米浓汤包吗？那种粉，嗯，就给它倒进去。准备玉米浓汤了。哦，不是，哇，这么容易的料理，没有那么简单，好像没有结块了，所以就完成了。对，好，然后先把它摆到旁边。对，这是玉米浓汤，然后现在拿个锅子。好，给它热一下，然后对，然后奶油就给它这样滋涂涂涂，对，香哦，直接拿去刷，厉害吧？然后我们不是很常会出去外面吃，然后会有火锅啊那种隔夜饭，给它加进去。哦，蛋炒饭吗？一定要隔夜的吗？也可以不要隔夜饭啊，可是就是给你方便嘛，你就是记得打包回家隔夜饭。奶油炒饭。火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嗨咖已经觉得这样很好吃了，把玉米浓汤加进去。啊！哇塞！哦，烩饭哦哦，玉米烩饭，这也在KTV 常看到的嘛，要非常快速哦。经过进去又出来，要快一点，这样子给它搅一搅，搅一搅。好，然后现在就是等它水收干，很香。在这中间的话，加上牛奶哦，加太多，加太多吗？发出一个尖叫声吗？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个方法可以解救你，是赶快拿大把的气势把它丢进去。我刚的气势丢进去，对，气势丢进去，它就开始会浓稠，就凝固了。对，气势我们现场我们还有剩下气势，有气势，对，都要全部给它。哦，这样更快，这样太好吃了，太好吃多了，浓稠了。啊，这要弄多久？等它水收干，手只会烫吧？不会烫。你为什么？我练过铁砂掌。那你用手炒好了，好不好？那是我收的。不要啦！你这么厉害，死他！酱老公开始浓稠，好稠，其实已经可以了。时间应该快到了吧？对，三分半，四分半。然后这边再继续给它加热，加热，然后加水，加水。加水，哎呦，看起来很厉害。打个蛋花，哦，该不会有饭有汤吧？没错，哇哦，玉米炖饭跟玉米浓汤呢，浓浓的玉米味，这感觉很厉害。就这样，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到底要吃太多了，不是加太多了。然后整个满出来要溢出来，撒一些些的肉松在上面，肉松。女厨师可以吗？我就想吃肉松啊，我喜欢吃肉松。几岁的人啊你？这样就完成了一汤一饭，营养又饱的餐。没关系，慢慢到，我们请师傅来试。师傅来，师傅来，先从我们这一道这个健康蔬菜面开始。我们大家都怕胖，这一个完全拉票，拉票。轻食主义者，来，拌一下，拌一下。头帮我再拌一下，对对对。其实它这个蛋这样子，其实有点就像我们的月见，有没有？就是说里面如果太干，这个蛋稍微给它和一下，润它。对，水波蛋做不起来没关系，但是我们做的那个蛋黄面就是这样。哦，对，你看这样子湿润度就够了。好，师傅，你们边吃除了告诉我们味道，还有它刚刚的步骤，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可以改变或加强的？其实它在煮面的时间啊，再多个40秒钟，总共120秒钟，它的面会比较 Q， 不会像这样子有硬硬的。但是龙师傅吃了一口，怎么是说是喜欢还不喜欢？怎么样？这个有点像印象中的这个小时候的味道啊。小时候的谁？小时候在吃这个，我们在吃那个王子面，对不对？例如说，我们有可能就是没有用的干面吗？对，干面就是稍微有点这个，把它压碎，撒点那个调味料这样吃，那种口感。怎么了？那个直接打开吃就好了，半干半湿就对了。对啊，没有，其实我感觉到它面没有熟哎，我觉得怪怪的。你在真的菜的菜有熟吗？还是？哦，对，我们还有吃它的菜。它也用白醋去蔬菜味。怎样，骆师傅？怎样？就是生吃菜没熟，菜没熟。对，真正的烹调青菜的话，要差不多180秒。那你哪里来的 idea 要加醋？对，谁跟你说的？妈咪跟我
妈咪教的是对的，对对对对对。OK， 这是第一道，来有请两位移过来，我们看看这边的玉米炖饭跟玉米浓汤和。哎，他你的那个饭快溢出来了，所以要赶快吃啊！可以不用吃肉松，因为肉松是真的我喜欢搭的。可以先看一下，哦，这个有炖饭的感觉，哎 ，cheese 对不对？对对，肉松炖，小心哦。怎么样？哎呦，师傅怎么？两位师傅，师傅怎么了？骆师傅。它的酱汁没问题，可是最大的问题是在它的那个米饭，因为米饭好像是有一点生生的。但是它这样子，它的软硬度刚刚好。我觉得这个年纪大的啊，像那个妈妈婆婆，你给他吃这个，他会爱死你。哎呦，哎呦，哦，炖饭然后幸福。对对，师傅那个汤需不需要也尝一口呢？应该会比上一道汤好一点。对，比啤酒汤好。哦。哎呦！哎呦！调味包果然好，调味包是我们的好朋友。哎呀，他没有加什么。我加蛋。阿 Ken 与吐司边的绝妙搭配，竟让现场惊呼连连。第三阶段 PK 的是创意甜点，今天要用吐司让大家吃吐司蛋挞。首先要先切边，那个边会做利用吗？可以去喂吐司。吐司来喂吐司。你很有才华，好吧？有才华，很像，很像。我们请师傅先来吃这一道。好。我说真的，这个不输在那个饭店里面卖的那个甜点，对对。大学生了没？调味包是我们的好朋友，哦，那是基本的调味包的味道而已啊，它没有加什么。我加蛋而已。我跟你讲，你这个煮好之后再放一点的奶油进去，我跟你讲，汤更香浓，更爽，更棒。对，其实加分。那你现在放一下，切一小片进去。对对对，你可以打蛋花的话，就是让水滚了之后，你再打蛋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个会一片一片的蛋花会比较漂亮。对。对，没你那太大片了吧？对，一半就好，一半就可以，一半就好。进去，然后打稍微搅拌一下，更好喝。哦，他吃到那个奶油了。怎么样？这样就好了，有没有？好喝。对对。好喝。两位先请坐，我们在这边光是看这个卖相，大家觉得呢？你会比较想吃谁的？我。好。我来，罐罐，我想吃雪雪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肉松加在那个有奶油的饭上，我想吃看肉松加上去什么味道。但我们现在要请两位专业的师傅来投票，一号就是这个健康蔬菜面，二号就是这个 cheese 炖饭啊，玉米浓汤炖饭，请举牌。我们大家选的是面。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刚才的主要的这个题目是说省时方便，对对对，我发觉它的非常省时，因为它直接放到微波炉面下去按一下就可以了，对，时间设定好。那因为你另外一道真的很美味，但是说你的步骤稍微繁杂了一点，对对对，对，如果你动作做不好的话，反而你那个炖饭然后汤它味道会出不来。请来师傅来颁奖，1000块钱，1000块，恭喜两道其实都不错了，应该都可以6分钟完成啊。谢谢两位，恭喜！接下来第三阶段 PK 呢是创意甜点，一起欢迎 Ruby 跟默默。甜心女孩可不是浪得虚名的，6分钟出一道甜点，完全难不倒我哦。不善厨艺的女孩别担心，只要6分钟教你完成一道精致的甜点。两位要做什么甜点呢？用吐司去做的甜点，吐司的甜点，对。那如今天要用吐司让大家吃出蛋挞的口感，不是？什么？你也是吐司？对，可是我要让大家吃出蛋挞的口感。哦，来请就位。接下来是由 Ruby 和梦梦来为我们示范两道省时的吐司甜点。喜欢甜点的少女可不能错过这两道6分钟就可以做出来的省时甜点料理。马上来看看他们怎么做吧。要做的是什么？是什么？吐司蛋挞。吐司蛋挞。就让大家吃蛋挞。
就是因为像吐司啊这种东西，是我们家每个人都会有常见的食材。对，只要加枸杞就好了。嗯，然后怎么样去那个土味？有时候那个鱼会有那个土味。吐司。对，吐司。嗯。蜘蛛，来。来怎么做啊？就是我们要，就是首先要先切边，去边，对，去边啊。那那个边会做利用吗？它可以后面做别的利用，就是去喂头山，可以拿来炒菜，切一小块一小块的。可在这个甜点里面，我们就是不需要使用到这个东西。不要边，对，来，我们拿土吐司来喂头山，来。你很有才华，好吗？很像，你到底在水族馆面前站了多久？吐司要噎到了啦！你在吐司，水族馆当过替代役的，还要游走，白痴。好，然后用那个压扁，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厚片吐司压扁。那如果家里有薄片吐司，也可以使用一片薄片吐司。那我们首先就是在那个我们的膜上面用鲜奶油，哦，就是让它就是会掉队，对，就像我们烤肉的一个原理这样子，然后还可以香香的，对，然后我们要开始调配我们的酱料了，哦，就我们需要一颗蛋，蛋是这是纸做的，这是纸碗，敲不敲碗，用纸碗敲蛋，哎，这是年度白痴行为前几名了，太好笑了，因为时间很紧张，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省食料理，然后这个是鲜奶油，稍微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再加上少量的糖。好，然后呢，我们要把它打均匀。其实它这个时间大概走到巷口的烘焙店买个蛋挞，其实差不多，差不多。但说不定吃起来很独特，可是自己做的比较健康，因为现在外面的油我们并不能确定它营不营养，或者是有没有问题。对，就自己在家做一定是最好，而且这样做起来也没有多少钱，便宜，而且是我手做的感觉，没错，男朋友会喜欢，做给心爱的人吃。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吐司放进我们的哦，直接这样凹进去啊，这吐司好辛苦哦，好累哦，手脏。而且其实，因为我所使用的糖是比较粗的，所以我也要刚好用这个步骤把糖过滤一下。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不会吃到，粗到会比那个还大，膀子还大。可是有时候你咬到就有一颗糖的感觉，其实不好，就有点像我们吃青菜却吃到一粒盐巴的感觉。就做甜点也是一样的道理。哇，一粒盐巴，这蛮难得的经验。好，然后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只需要放入炸气锅。好，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炸气锅里面。是。对。然后我们就是调温度，开嘛，几度？调200，然后六分钟。这也要六分钟？要到六分钟？对。好 ，OK。接下来在等待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甜心女孩这边。好，来，梦梦，我今天要做的是巧克力布丁面包。哦。对，它是一个，它是非常简易的食材就可以做出来的。哦。而且边。对，而且这些食材花不到100块。哦，首先也是要先去边，哈，这么大刀，吐司又要去边，又来了吗？吐司又要吃，吐司闻到面包，这只吐司得了忧郁症。切完之后，我们就是双面都要沾到那个，这是什么？蛋什么？奶油。对，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把。沾完这个的放到这里，沾完奶油的放到上面，沾完这个放到那一个，对，放到容器里面，差不多这样就可以。然后我们就要做布丁液的部分。哦，布丁液的话，我们先打蛋吗？对，这里打成功了，学到教训。然后因为做甜点顾名思义就要很甜，像我本人一样甜，所以我就是会加很多的糖粉打进去。算是原来你那么甜啊？对，算一种死甜死甜哦。搅拌均匀之后，我们加入适量的牛奶，再加30毫升。好，继续拉拉嘞。这样会变布丁哦。对。哦，看着不错。好，接着下来。放进容器里面，哇，就这样子，有一个压力。对，然后我们可以
就是全部都裹上菜。哦，然后先微波一分钟。好，微波一分钟。一分钟。那这个脆片是要干嘛？还有脆片是第二次的时候要用。哦，还有第二次。因为我们这次微波完，我们要撒糖粉，然后再下去蒸，它就会糖粉就脆脆的口感。梦梦，你先。对，我现在要撒糖粉了，让它做出焦糖的口感。所以你可以撒多一点哦，哇塞！对，然后我们再微波60秒，六十秒，对，因为它中间还有点水水的。好，来，没关系，梦梦的好了。哎呦，对，好，哇哦，香嘞，香哦，哇哦，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撒一些你自己想要的调料，像我就会先撒一下。现场味道超复杂，又有虾，对，还虾魂还在人间，对，你看虾魂真的，对啊，然后又有刚的海陆总会，对。又有点牛排，点花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味道，然后再撒上巧克力脆片，直接撒上去，直接撒上去。好，我们请师傅先来吃这一道。好，大学生了没？大学生了没？闻起来味道很香。真的，它整个那个肉桂的香气都扑鼻而来。哎，哇，哦，哎呦！好，同时呢 ，Ruby 也在起锅，你可能需要筷，对，筷子。对，没有。是两位师傅的表情，好，让我们不知道到底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到底是怎样？谢谢。告诉我们吧。我觉得它，我觉得它是一种 Q 弹哎。就是那种它不是像布丁一样吃起来会滑口的，我觉得它在烤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它的那个面包啊，我觉得要泡一点点像牛奶啊，让它软化之后再下去烤，它的那个味道会更好吃。可是它原则上它这样子下去烤，就好像在吃 Q， 我们讲的 QQ 软糖这样子，吃起来味道不是那么软糖的口感，小孩最喜欢 QQ 软糖了，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而已。OK 哥。蛮有趣的，有趣的食物，好好玩哦。因为它吐司很高兴吗？高兴的吐司，高兴，幸福的吐司，对，因为它那个里面糖咬下去的时候还是沙沙的，它跟吐司的口感多种口感，也不会太甜。那两位一架到这边，哇，你这个布丁终于出来了，对，我用它是蛋挞，这看起来很像专业的耶，是蛮有蛋挞感，好漂亮哦，哇。你有没有看到？哇，漂亮漂亮漂亮 ！Ruby， 以你的这种个性，是不是我们在梦梦那边的时候你偷换的？没有，不是，有可能。是我这次回家有认真研究跟练习，卖相很好哎，哦，出乎意料。好。哦。哎呦。哎呦。旁边也要吃一下，对，这个要搭配的。吐司麻烦也吃，对对。那个麻烦糖粉来借一下，对。怎么不够甜吗？它那个加上糖粉之后，我说真的，这个不输在那个饭店里面卖的那个甜点，对对对对对。哦，糖是重点，它里面那个烤的布丁啊，嗯，真的很好吃。好。对对，它那个布丁烤起的时间啊刚刚好，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它是。有一点滑润的那种感觉，你吃看看，对，香气也足，对，很简单，这样调一调，你可以特别整个对整个吃好，对，整个可以克制，对，它可以把吐司边烤得有点焦焦酥酥脆脆，是让我们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对对对对就这个时间料理的时间的那个抓要很准确，刚好做对吧？对啊，对不对？不然一调对，哎，对，是表情，好吃，好好吃哦，真的，是鹿皮做的。我不录了啦！我也会做了吧？他气到了，为什么可以？专业厨师的投票，一号是这个布丁吐司，二号是那一盘东西，那盘叫做好，请举牌蛋糕。好，恭喜 Ruby 胜出，恭喜1000块钱奖学金，1000块钱呢，恭喜你，谢谢师傅，哇。所以会胜出是因为又省时又好吃吗？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那个吐司边，如果你要烤到一种焦焦的时候，你可能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但是它这么简单的方式，让我们觉得说，哎，其实吐司这样下去烤也非常好吃啊。好，要非常谢谢两位哦，恭喜恭喜恭喜！刚看这么多道，就是还是琪琪那道比较营养均衡，是外食族还是要多吃一下蔬菜。对，这个对，好，不要再啰嗦。那因为我们两位厨师呢，他们要去吃肠胃药了，就这边辛苦了，我们掌声谢谢。谢谢。
工具系的病号。三号野生帅哥秉豪，外表斯文的他，还真的给人一种从里帅到外的感觉，难怪梦梦在捕获时会忍不住吃他豆腐。看到他的外形，走在校园里面的时候，你有些会不会想要跟他搭讪？来圈叉。哎呦，哎，艾波讲一下。他是都敏俊型哎，不过他背一个后背包书包啊，这样走在校园里面就觉得好像叫他独角兽，真的耶！好像被捕获的时候，梦梦像勾你手，像磨蹭你回去，你们吵架吗？对啊，没有，因为我比较大男人一点。那你大男人主义，脾气好吗？其实跟我比较熟的都知道，我脾气其实不太好。就是尤其是在工作上面啊，对，就是因为我是学戏剧的，我是阿 Q 的学弟啊，一样是学长学弟，怎么差那么多？不同